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5.3 卡池调整，不能插队复刻，火神技能曝光，离月混池角色安排，元神 5.3 卡池复刻角色反转，火神技能曝光，必然新皮肤加混池安排来了。元神纳塔 5.2 卡池越来越近，除了官方已经公布的两位新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即将登场外，后续卡池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也会陆续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5月3日及后续卡池角色等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， 5.3 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基本上已经确定，也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期待的火神马威卡和茜特拉利了。复刻角色虽然之前提到上半卡池是闲云，下半卡池是深鹤，不过并没有实锤，也就是说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大家看看就好。仆人莱欧斯利插队也不是没有可能，而在后续的 5.3 版本中，作为海灯节版本还会有三款新皮肤的上线，其中一套就是夜兰的新皮肤，其余两位未知，并且第二期离月混池据说也会在 5.3 版本开启，还是非常香的。目前来看，若是离月混池的话，克勤、七七、白竹、萧、甘雨、达达利亚倒是大概率进池了，钟离作为神明应该和温迪一样是无缘混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火神马威卡的定位技能相关也终于来了。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火神的元素爆发可以提升基础属性元素充能点数和抗打断能力，但不清楚该加成是仅对他本人还是对所有人有效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纳塔 5.2 卡池的两位新角色已经公布，分别是夏斯卡和欧洛伦，同时三位五星角色也会迎来复刻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有关于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也就10天左右的时间开启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。而说起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3 上半卡池是火神马威卡登场，下半卡池是冰女辅助茜特拉利登场，复刻角色之前提到的分别是闲云、深鹤这两位。不过就目前来看，其中深鹤复刻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，反倒是闲云依旧有变动的可能性，也就是说之前提到的仆人大概率会在 5.3 卡池复刻，插队也不是没有可能，毕竟没有确定。而说起 5.3 卡池两位新五星角色的技能定位相关也来了，其中火神马威卡的元素战技分为单机和长按，单机情况下武器变成火炬并投掷火球，长按向敌人冲去进行攻击且获得附魔效果，也可破坏武器跳上摩托车，大招可以提升基础属性元素充能和抗打断能力，不过有可能会改动。这么来看的话，大班尼特应该是无了，冰女的话据说是西格文 2.0， 强度目前来看并不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 5.3 版本中，据说第二期离月混池也会开启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，可以看到离月混池的角色分别有克勤、七七、甘雨、白竹、萧、达达利亚、叶兰，不过叶兰进池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，类似于钟离、胡桃一样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